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我们现在在打这个青龙了，不过这个青龙啊，因为太小只的关系啊，所以被人群挡住了哈。OK， 我往前一点好了，看可不可以看得到他的踪影。人太多了，被卡住啊！可恶，我被卡在摇滚区了。哎呀，还是看不到。有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好，青龙在这边。好，青龙在这边。好，这样子的话就很明显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先看一下他会掉什么好的东西。来，这一个。这个是万圣龙王级90等的尾攻的话可以到124，然后它是加武力精神跟体魄的新的，然后这个是雷皇攻90等的，好，那再来的话是这个寻龙之盔90等的猛将头盔，那再来是这个黄龙之盔90等的豪杰头盔，那再来是龙香破黄剑95等的豪杰短鞭，好，这个的话武将技可以到33%、哦，这把的话应该算是目前最好的最顶的一个加武将技的短鞭了。那这个寻龙弓95等的尾弓可以到83，然后反应的话，哇，这个可以加到85啊！这把弓的话，真的是反猛反好最好的一把弓了。哎呀，挂了，没关系啊，好朋友会帮我复活的，没有问题的。好，等一下我就起来了。好，感谢弓良林，好，感谢弓良林，又挂了，好，没关系，待会又起来了。感谢莫小屁，好，感谢莫小屁帮我复活。好的，现在去打青龙了。继续看。这个是魔王吞日盔啊，95等的猛将头盔。这个是封天道法靴，95等的方式鞋子。这个是菩提弓100等的弓。这把弓的话，尾弓可以到87，然后反应的话，哇啊，又挂了。这个青龙真的是很痛啊，跟朱雀一样，都很猛。好嘞，我要起来了。继续看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铠起来看起来还好哇，轩辕皇帝铠啊，好，100等的豪杰铠甲，然后防御可以到53，好，这些加蛮高的，可以到32。统一的话，哇，加到26啊，哦，这个是统系最好的一个盔甲了哈，不错，非常好。好，看一下这个坐骑，战狼60等的，啊，这个应该就是放收藏品用的吧？看一下这个好了，青龙胆100等的装饰品，然后它是加反应体魄跟统一的防晕眩。好的，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好了，看一下有什么书。散弹20斤而已，岁月10斤，狂雷天老2000斤，青龙在天。好，这本书的话方式才可以学哦，这本书的话应该可以破万吧。好，这个就很普通了。 OK， 大概就是这些吧。好了，我们认真把它打完了，看有没有机会给它吸到好的东西。好，我的这个云武姬挂掉了，云武姬挂了，但是也不想帮他复活了，因为我现在要帮他复活的话，我没有小兵复活选择了，已经用完了。那如果说直接点的话，要花4金还是先不要好了。现场很多人又挂了，真的很强。哎呦，阿妈又叫我扶他起来了，等一下再扶他好了。好，感谢柯浩然，好，感谢柯浩然帮我复活。我阿妈一直想要起来，我阿公很生气，因为他脚都断掉了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还想要站起来走路，搞不懂。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失智啊，失智的话其实就会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比较不了解。哎呀，没人帮我复活了，是因为我们这队都挂光光了吗？好了，感谢熊妈吉，我现在要开始努力用手来点这个墙面了，感觉那挂补的速度还是不够快。哦，这个青龙到尾段之后变成金色的嘞。变成金龙了。到这个阶段的话，很明显就强很多了，就会被秒了。把这个点掉，这样子的话就可以看得比较明显了。补墙命。现场的话应该有五组吧，应该五六组应该有，六组应该三四十个人有，三四十个人打起来也是打蛮久的啦。所以这个90等的青龙的话，建议就是大家军团战，就是那个天降结束之后，整个军团再打会好一点。不然的话，两三组人的话应该推不太倒。可能要推很久。好，不知道这次会吸到什么好看的东西蛮期待的。等一下那个转运符还有吗？不管有没有，先吞一张再说啊。怕刚好没有了。使用。点到回城了，没有，刚刚不小心点到回城了，还好。
我把它用掉了。哎呀，我应该要过去的，可是我现在过不去。好了，哦，希望有机会抢到尾刀啊！好，战胜青龙这个称号还蛮不错的，青龙击退100人的。是我吗？是我吗？哎呀，斑比哥哥啊！恭喜斑比哥哥啊！哎，不过我获得了一把不错的弓啊，看一下好了。哎，怎么不见了？哦，这边雷皇弓，雷皇弓是几等的嘞？整理一下好了，都没看到。整理一下，有了，这里雷皇弓90等的，哎呀，很普通啊，我以为是100等的。好吧，青龙也打完了。OK， 先休兵了，先顾阿嬷了。各位朋友，游戏愉快，拜拜。